为了让我们比赛团结是我们希望 KY 获胜。大家都没有人帮你加油，你有没有觉得突然很孤单的起来？人缘很差，大家都祈祷。没有，那是因为看开牌情况下，内心都在祈祷。你倒了要再加二十分钟。红魔剑不要再挣扎，赶快输一输啊！不要再选第一回合了，笑死。刚刚怎么复盘，我都觉得打不过啊！我觉得这个都会被打成这样。你需要什么凶器？美工刀还是剪刀还是圆珠笔？板娘那边都有。那你怎么没有？你怎么打正伟的？但是因为正伟他多放了那一招。对啊，刚好被拉死了。他是用魔人，然后加那个超出门弹。有没有 CP 二？他直接被我包。CP 二。四星重复的是什么？达尔。达尔呢？哪个才能达尔？当然这一弹的达尔。说那个超市。不是啦。不是啦。超蓝达尔。我全部都打到都自己有了。我爸回去了，他吗？少那十趴真的很烦啊，真的很烦。晕了，晕了，晕了！气绝，气绝了！没有，应该是气绝，他打到小乌龟，还是气绝？没有气绝，还是会被苗青叫出来。哦，对，这样子啊，绝对不要放苗青，你这样才可以放苗青的。我是觉得把魔力打晕比较好，因为他还是会五千嘛，对吧？对，我是觉得把他打晕比较好，假设有机会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现在有五个大魔力。他才不怕那个我那个神级游戏那个，他本来就不怕神级的。我启动，你千万不要，要不来。五千，没暗好，没暗好，你更没暗好，太痛死了，超痛。
但他给的一直都不是很好。我知道，可是被那么多神龙控揍，感觉也是心情蛮不好。又是小悟空，小悟空，又是小悟空。不会啦，这个伤害都固定在那一两千两。够高啊！一般人被这四条五条弄过，应该已经挂了。那怎么没被神龙带走？对啊 ，GT 里面他就被神龙带走，悟空都被带走。伤害好低，伤太高了，他防太高了，这反击一加一到十。烟火。小悟空，又打小悟空，又是打小悟空。哎、欸，小悟空是不是有问题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上次跟天海对练也是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小悟空，终于小悟空，真的是运气，还是一样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这伤害很高了，伤害很高，相对高，比想象的高了。其实你看一下啊，没有，就他那些车就先跑过来看。哦，三个，就是我，防太高了。对啊。哇，这两个手感都很好。他应该要那时候要把那个全红楼梯加教，一打没有，没有，那是监视乐器。刷得掉了，现在是肚大能不能撑得下来？要不然他刚刚刷掉我那个小悟空，还是慢慢刷掉我小悟空，刷得掉了，不知道给他撑到什么时候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气了，因为他写75天，就是他写75天，他只是降级，可是他还有很多血，75块以下，还没血，超多了，真的。75块以下吗？对，75块以下。75块以下一阶，18，然后25块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75块是谁？对，降两阶。他老大哥还有留。他还有，他还有七。今天我要选车还是他？没有啊，三天嘛。哎，三天那天固定战斗力。哦，对，他也是有固定战斗力。那应该是 KY 的，就 KY 手机应该没有的。他两个武器。谁中谁奸，谁赢都不说。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关键在哪。他也花他就。你知道 KY 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把你冠军打的那一套牌拿出来，再来打一场。现在应该是赢不了，因为已经撤过了，已经被打包过了。强度变太强，对，就是他又锁那个固定战斗力，对啊，强不赢啊，强不赢，也加不到
但是你后宫你血太少。关键学一下，我也是来学。我还是多想个戏，绝望。他也不行。天花板留了气嘛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拉古跟普京虽然说超强，但是拉古跟普京的问题点第一是，你一二回灌不赢别人，所以然后你一二回假设被别人灌死就死了。他的前提是他有放，他是靠着那个小八角撑的。假设他一二回就被灌死了，那你普京跟奥、普京跟那个也没用啊。阿万阿兔啊。就是你伤害根本就是血量太少了，血量那个没有防御了。再系转身，等一下就复活。他今天已经被复活过了。真的？可是对手还是输了。哦，哇，好强，坚强。我干嘛练我？练他不了了。对。没过。哇，拉斯斯好强啊！就像要上一次的什么，他们也没有配错啊，不然他就两个，他们有实力，然后他们也没有，结束了，啊，叮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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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同一组的吧，还可能是亲戚。哇！太坚强了。耶！我们恭喜，我们十点结束。